应该要买好吃的，还是要买好玩的？西星哥哥，你在烦恼什么？彩虹姐姐，我在想啊，船长给我的海盗金币要来买什么比较好嘞？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存进铺满里，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。小朋友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。谢谢小朋友的提醒。哎，不花钱又好玩的游戏开始喽！先吃哪一个好嘞？不如你们一起让进到我的肚子里吧。哎呦，小巴，你也给人家吃一口嘛。这个可是我辛苦帮章鱼船长按摩脚得到的海盗金币买来的耶。海盗金币？那你总共拿到多少啊？让我来算算看哦。一只章鱼脚，一枚金币。船长有八只脚哟，有八枚金币。船长，我按摩的功力也是一级棒的，我来帮你。我还有力气，一起来。啊！敲敲敲敲敲敲敲。你。啊！敲敲敲敲敲敲敲。你。怎么样，船长，你舒服吗？那海盗金币，什么没有了？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啊？手好酸哦。那现在只好乖乖的来玩猜谜游戏，拿宝物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铅笔，意思是说。细细长长的，像铅笔一样，可是它又不是铅笔。这个东西的外形跟我的身材很像，一样是又细又长。对啊，这个细细长长，长得像铅笔又实用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平常的好帮手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想到哪些东西是细细长长的呢？你们都很聪明耶，不过我再提醒你们哦，这个东西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用具。每天都会用的用具到底是什么呢？赶快想一想哦。很多哎，不知道有会不会有正确的。先别着急，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提示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双胞胎，这个用具呢，它一定是两只一组，所以呢，不管是高矮胖瘦都一样哦，就像双胞胎了。没错，使用的时候呢。一定要有两只，这样吃饭的时候才方便呢、啊。哎呦，小巴，不能说吃饭要用的。吃面的时候才方便。还不是一样？太简单了，小朋友好像猜到答案了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我们大声说答案是什么？筷子。没错，我们答案就是筷子。是不是筷子呢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
细细长长的，像筷子一样，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双胞胎用具就是筷子哦。他们猜对了，耶！拍拍手。Yummy， 好吃好吃。哦哦，宝物是他们的了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红鱼还是不来临。是的，船长。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又输了。如果不说吃饭或吃面要用的，说不定就不会输了。阿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有，舒服。那我再加强。加强。小朋友，你还坐着吗？赶快站起来，和我们开 party 咯！小朋友，欢迎参加悠悠 party， 两次爱的悠悠。小朋友，赶快动一动脑！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，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，加油！答案就快要出来喽！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可爱的猫头鹰。小朋友，看书要记得开灯，并且保持适当的距离哦。快乐就微笑啊，开心就微笑啊，快丢掉你的无聊，我们一起玩。白云也微笑啊，花朵也微笑啊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。嘟嘟嘟嘟嘟嘟。
枪，动枪，动动枪。吾乃姓张名郎，张郎是爷，家住台北城，已经娶亲成家。吾最爱吾家娘子小桃红。小桃红，你台词是不是讲错了？你应该说“夫君让郎，我也很爱你”才对啊！怎么一直骂我臭蟑螂啊？哎呀，相公，你误会人家了。是刚才有一只小强蟑螂突然飞出来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哦，原来你说的是那个蟑螂哦。嗯，奇怪，以前剧团里都没有出现过蟑螂的，现在怎么会有蟑螂了呢？嗯，你确定你不知道蟑螂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？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蟑螂又不是我养的。可是，为什么家里会出现蟑螂呢？为什么？我们是蟑螂。蟑螂总是出现在夜晚，夜晚啪啪啪，飞飞飞，吃吃吃，跳跳跳。我们很脏，因为我们是蟑螂。大家好，我是脏兮兮小强一号，我是脏兮兮小强二号。叮咚，你家就是我家。可是大哥，为什么你家就是我家啊？哦，笨小弟，我们蟑螂不就是处处为家吗？哦，不过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东西没有吃完到处乱放，水槽的碗盘没有洗，还有脏乱没有打扫的家哦。那当然啊，我们是蟑螂哎，当然喜欢脏啊。我们的祖先呢，从好几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比人类还要早很久很久哦！啊，我们那么厉害哦！不止这样，我们的生命力很强，可以忍耐一个月不喝水，三个月不吃东西，还都活得好好的哦。不过哈，我还是觉得吃东西比较舒服呢。而且我们超会生的，一对蟑螂爸爸妈妈一年可以生10万只蟑螂宝宝哦。哦，那我要赶快吃，我也要生这么多。不过大哥，为什么每次人类看到我们啊，都会拿那个拖鞋打我们？那是因为我们身上带着很多很多的病菌，人类不喜欢我们害他们生病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明天是你生日哎，我们来去吃大餐。好啊，好啊。去哪吃啊？那个潘大叔他家超多好料的，有没有吃完的便当哦？有排骨、鸡腿哦，超多的啦。哎，那有饮料吗？当然有啊，看你是要果汁。我是活力绿色 kiwi， 叫我 kiki， 我是甜蜜黄金 kiwi， 叫我 wee wee。 Good morning everybody， 欢迎来到 kiwi 天地。 Good morning everybody， 分享我的秘密武器，我有维他命 C and E， 我是冠军，给你好身体，我保护你，还有丰富钙牡蛎，好吃好吃，变高变和你天天一起，健康快乐吗？
Kiki Kiwi， Body Happy。我想和你天天一起，健康快乐，妈妈最开心。好棒哦！我的营养世界第一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惹你。做我朋友，陪你健康无敌。接替妈咪，一起爱上 Kiwi， 每天两个 Kiki Kiwi， 加满活力，大家一起 Kiki Kiwi。休息一下吧。小黑熊跳出来，大大手掌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厉害。小猴子跳出来，红红屁股摆呀摆，他比比谁高乖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， 一起来和动物变成好朋友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， 一起来保护动物学会姐姐。嗨，薇薇师。月亮姐姐，你在听音乐哦？对呀、啊，音乐很好听耶。你知道音乐是用什么弹奏出来的吗？不知道啊。音乐是用什么东西弹奏出来的？音乐是用很多乐器搭配所弹奏出来的哦。哦，原来是用乐器弹奏出来的。月亮姐姐，那我们今天来学几种乐器的英文吧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你想学什么乐器的英文呢？钢琴。钢琴的英文怎么说呢？钢琴的英文就是 piano， P-I-A-N-O， piano， P-I-A-N-O， piano。 那我还想学喇叭的英文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喇叭的英文就是 horn， H O R N， horn， H O R N， horn。 那还有吉他，月亮姐姐，吉他的英文怎么说呢？哦，吉他的英文就是 guitar， G U I T A R， guitar， G U I T A R， guitar。 英文 guitar 和中文吉他念起来感觉好像耶。对啊，那是因为中文吉他就是从英文 guitar 翻译过来的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念起来这么像。对啊，很有趣吧。真的很有趣。吉他的英文是 guitar，钢琴的英文是 piano， 喇叭的英文是 horn。 月亮姐姐，我全部都记住了。真的好厉害哦，帮你拍拍手。小朋友，你们也都记住了吗？下次看到钢琴的时候就可以说 piano， 看到喇叭的时候就可以说 horn， 那如果看到吉他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说 guitar。 没错，今天我们和薇薇师一起学会了很多乐器的英文哦，有钢琴 piano， 喇叭 horn， 还有吉他 guitar。 记得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学英文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